们家太小，没你住的地方。我可以睡沙发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是，但我还是放不下你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原因。陆景芬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啊？虽然这么说显得我很卑鄙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他已经有未婚妻了。什么？你先别激动，如果你还想跟陆景文在一起的话，我有办法让他取消婚约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爸告诉我，喜欢一个人要不择手段地把他抢回来。我刚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你让我明白了，喜欢一个人不是一味的占有，而是单方面的付出且不求回报。如果你的幸福跟快乐只有陆景文能给，那我愿意放手成全你们。这是我跟陆景文之间的事儿，不用麻烦你了，我会跟他自己解决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会跟他分手。如果你已经有了答案，那我更不会放手了。陆迪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真的愿意？可是我……如果是因为孩子，你大可放心，我会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，跟你一起把他抚养长大的。你确定不是一时冲动？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把东西接到我家来干嘛呀？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搬来跟你一起住。你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在法律上，我们还是合法夫妻，所以我是你的，你也是我的，不准不要。你能不能讲讲道理？咱们两个现在是分居。我现在不想讲道理，你到底要不要开门？我们家太小，没你住的地方。我可以睡沙发。是说做饭的吗？怎么在洗澡？陆林，嗯，
帮我拿点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的箱子里有我的睡衣。自己拿。那我就自己拿了。哎，我帮你拿。哎，还有我的内裤啊。你别太过分了。哎，我是可以不穿的，我这不是怕你不习惯吗？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干净的毛巾啊？洗手台下面有条新的。我需要两条，一个擦脸，一个擦脚。都是你自己的身体，分什么高低贵贱？那我用你的了啊。哎，江一成，你不许用我毛巾。我那条是擦脚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不嫌弃你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是来捣乱的吗？我就是想学一下煲汤。我哎，烫！我说的不是他，是你。其实你不用勉强。我不勉强，我心甘情愿的。我去点外卖。你水还没有关呢。流浪园的木马，单车上的情话，夕阳下轻轻吻你的脸颊。浪漫的童话，对对对，你要做我的宝贝，对对对，我来做你的守卫，幸福支配，有你的生活才是最完美。